我吸过白粉、冰，吸过鸦片，总之是毒品就吸有了。那个针插住你的手这样啊，整个人就好像害到死在那一边啊。我可以一天里面呢、啊，把他的那个存款全部输到完。你吸一次，你就永远后悔。你只有两条路可以走，一就是死路，二就是监牢。